你错。这不是我的错，你自己去想想去。可是的确有问题。不、AI 机器人对人类影响日益加剧，但因为 AI 的领域弱行，很多国家对 AI 的发展并不成熟，因此也没有制定明确的规范。在 AI 发展较为成熟的欧洲，欧盟委员会在2021年4月提出了人工智慧法规，主要分为以下四类：一、不可接受的风险；二、高风险；三、有限的风险；四、最小的风险。对于不可接受的风险这一点，欧盟指出，被认为对人们的安全、生计和权利有明显威胁的人工智慧是不可被禁止。而涉及中央基础建设、教育等的高风险人工智慧系统上市前，将受到严格的管控约束。关于第三点，有限的风险，则是使用人工智慧如遥控机器人时，使用者应该能意识到正在与机械互动，进而做出明智的决定。高风险的人工智慧系统的在上面前，应该受到严格的管控约束，不然大家会像我这样被机器人误导。希望我们能在更安全的环境中享受 AI 带来的便利，同时杜绝有心人士对 AI 的越界行为。最近总统也因为 AI 机器人影响了他的投票选举结果，而提到其他候选人做出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。这个在世界各国都有出现，例如希拉里和川普的美国总统之争。两大政治党派如何利用大数据分析来说明他们做出决定，并尝试领先竞争对手，是当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主要情节之一。大资料在决定选票变化上，利用大数据分析说明他们支援的政党采取的胜利。通过大数据分析，从各网络社群和论坛环境采集选民意见、敌对手政见与选民回应意见，再通过 AI 智能系统分析政治家背景。按目前选民支持者感官分析选民意见和对手政见议题。我们 AI 还会读心术哦，超商的销售就是一个透过大数据分析来进行读心术的例子。台湾超商的密度堪称世界第一，导入销售时的情报系统是让决策系统化和数位化的关键之一。超商每一位顾客在柜台结账的资料经过 POS 人体界面化为数据，后台则有强大的决策系统，每一秒会收到来自全台各地门市的交易数据，随时结合这些消费者的主观购买行为以及当时客观的情境。 AI 是近年来科技发展的大势所趋， AI 可以对我们的生活带来极大的便利，但人工智慧的过度发展也可能取代不少行业的工作。 AI 的深度模仿影片过了拟真，但一般人真假难辨，甚至可能造成剧烈的社会动荡。我们从 AI 深度模仿的新闻察觉到人工智慧会渐进社会的重要性，因此我们想透过机器人一书出发来探讨人工智慧对渐进社会的影响。但身为国中生的我们，面对这个议题可以做些什么？作者艾西莫夫是生于1920年1月2日，死于1992年4月6日。创作过的书籍超过500册，而他是波士顿大学医学院生化讲师，所以这本小说的作者有强大的医学生化背景哦。希望大家对我们 AI 没有更清楚的认识，我们又不是全部都是坏的，我们还可以帮忙防堵疫情，减少人士伤亡，还可以重现犯罪现场。在 DK 深科院系授权报道的免疫救援团上面，最难用机器人为救难人员戴胸章。例文提到加州伯克利分校官方创业加速器 Skyden 所开发和搭配无人机使用的变形机器人工作，多巴可以协助救难人员做出准备，他们可以学习习形体诱惑的变化，让机器人走在他们前面，以是眼前方任何带来危险的机器人并提出预警。多巴可以让救灾人员不容易伤亡，加快救灾速度，如同小说中的小鸡。机器人可以使用得当，对人类的注意确实很大。只是如果人类对 AI 机器人的依赖超越了人类的依赖，又是一个值得深思的议题。而让我们随着艾西莫夫的故事推进，逐步深入探讨。我的工作人员在机器人里面。在转圈圈一文中提到，机器人三大定律的冲突下，机器人会如何？两位工程师在水星让新机器人去采锡，
它是已经四小时没回来了。两人发现机器人在崭新的地方转圈圈，后来发现是二三定律组。工程师为了让新机器人听他的话，用了第一定律伤害自己的方法叫回新机器人，但他差点死了，所以机器人可以自己死。是的，在理性讨论会思考的机器人里的那个是不公平。故事中巴尔发现你们附近的机器人和以往的机器人非常不一样。这机器人在人类设定后城市后才一直进行到，然而顾虑非常了解他为什么能在这个世界上，他甚至给计较了许多理由。他听说自己是主，还认为人类所说的事实是假的。顾虑这才比较以西汉图表来证实主宰的命令，因此巴尔放弃说服顾虑，反而让顾虑自己管理整个太空站，而顾虑也管理了。我想推荐《庆余年》这本书，《庆余年》小说探讨未来由于科技武器发展，而使整个世界毁灭，所以整个世界回到了古代的发展水平。AI 机器人化身人类口中的神庙，控制着人类文明的发展。神庙也跟《我机器人》这一本小说提及的一样，选择大多数的利益，牺牲了少数部分的利益。在《庆余年》中被牺牲的是故事主角母亲的性命，因为她加速了庆余年时代中的科技发展。因为神庙希望文明不要过于快速发展，而再度造成人类灭亡。但是人类的灭亡真的是科技发展的错吗？我们认为人性的堕落与贪婪才是需要被深刻检讨的问题。这本篇提出的重要议题是，如果 AI 人工智慧在高度发展后，像人头一样自行决定。随着人类整体的利益，可以自行决定牺牲少数的人的利益，这样是对的吗？功利主义确实只当牺牲少数方式多数，但功利主义牺牲少数的人做法也一定不少争议。如同经典的电车两条问题，一辆失控的列车在铁轨上行驶，在列车正行进的轨道上，有五个人脚扭伤无法动弹。列车即将让你超过他们，你正在改变列车道的操纵杆吗？如果拉动磁杆，则列车将会切换到另外一条轨道上。但是另一条轨道上也有一个脚扭伤，有两种选择：第一种，什么也不做，让列车按照正常路线碾压过这五个人；二，拿下操纵杆，改变为另外一条轨道，使列车压过另一条轨道上的那个人。大多人由于受到功利主义影响，而选择牺牲一个人的那条路。我们不赞成功利主义，因为每个人的权利都值得被重视，少数人的利益不适用多数人，因为这个少数人也许是我，那我，你看我。我宣布 AI 者无罪，他的机器人晶片的确有问题，但是我们只要我们妥善运用 AI 科技 ，AI 机器人对我们还是很有帮助的。是啊，我希望能利用 AI 科技为周遭的人辨识假苹果。也可以在房东厂里的公共商业平台看更多人的体验，或许也有一天我们也可以在平台上提出运用科技有益社会的体验。科技始终本来就是人性，让人性引领科技，未来生活更快乐。谢谢大家。9分9秒，请第二组巴西独联上台，第三组冰糖凤梨请准备。